西欧、荷兰，这个你从风车、木鞋和郁金香花田里认识的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的经济体之一，是教育、技术和设计领域的先驱。乌特勒支，荷兰排名第一的乌特勒支大学的所在地，荷兰规模最大的大学城，就坐落于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带。乌特勒支是一个到处都值得探索的城市，历史悠久的市中心有着美丽的运河，运河两侧遍布着咖啡厅和商店。除此之外，乌特勒支还是一个拥有众多现代化校园和科技领先实验室的教育之都。每年夏天，这个城市都会向你敞开大门。拥有12名诺贝尔奖得主的乌特勒支大学与乌特勒支应用科学大学以及乌特勒支艺术学院联合举办欧洲规模最大的大学暑期学校。乌特勒支暑期学校欢迎你的到来，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在乌特勒支，每年夏天你都可以参加欧洲规模最大的学术暑期学校，数百种课程中进行选择，从科学到艺术，从法律到经济，所有课程均由名师讲授。作为暑期学校的学员，你可以使用乌特勒支大学的所有设施，例如图书馆和植物园。对于每一门课程，你将会获得欧洲学分以及课程证书。课程期间，你将会住在大学校园内的学生宿舍中，你将拥有自己的房间，并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学生。除了上课之外，你还有时间去探索这座城市，例如举世闻名的运河、荷兰最大的城堡或米菲兔博物馆。在参加暑期学校期间，你还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公共交通卡，乘坐市内的所有公共汽车以及有轨电车。这是一个你了解西方顶尖教育和欧洲文化的难得机会，一切都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欢迎你加入乌特勒支暑期学校，我们在这里等你，乌特勒支见。